这里就是尽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荧光幕后的世界》，我是主持人维迪安。今天我们来看荧幕后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很多时候在电影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搭建出正常的大的场景，我们就必须用到绿幕。我自己蛮好奇，到时候会出来会怎么样？等一下应该要发挥非常多的想象力。很惊讶，然后到后面开心。变化，我想来。他的右边。很亏。电脑开机。说的好细哦，真的。是后面有人在帮你开。知道后面吗？嘿，假动作，大动作很快。第一个号码是36，原来是371。像扮演蝴蝶这种事情不简单，因为我身为一个人类，其实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身为一只蝴蝶的感觉，所以呢，破蛹而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靠想象。那幸好，至少我在手的细的部分呢，在上张专辑《狼》里面，我已经被训练得非常好。看这个背景，有一种80年代舞曲的背景。Intro 这首歌，其实在写的时候是在写，因为那时候是想要写存在的荒谬，就是人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？所以在这首歌里面，歌词其实讲得很玄很玄，那甚至我觉得我跟我同事说有一种禅意在里面。其实这个编曲从一开始我在写 demo 的时候大概就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去找我的一个朋友叫王顺，那王顺就是研究 EDM 研究得很彻底，我就觉得这次请他来一起来完成这首歌，那在编曲上面他其实就帮我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在里面大家会听到非常多他的巧思。重要的是禅意，禅，福德。